Hello，Hello，花妹们好，我是花田。咦，从天而降一块菠萝泥，这款无胶水不会粘衣服的菠萝泥，玩起来水灵灵、肉乎乎的，超可爱。那我们一起来动手喽！准备一个漂亮的容器，在里面加入半碗水，舀一勺刮耳胶粉，均匀的撒上去。当刮耳胶粉遇上水，就会变得像果冻一样的状态。那这里我来调一个不灵不灵的菠萝黄，小手一抖，把金黄色的爽粉倒进去，然后呢混合均匀，看起来有那么一点像鸡蛋羹哦。清醒清醒，加入护理液和小苏打水，搅拌均匀。作为一名合格的花蜜，拒绝硼砂，从我做起哦。不到30秒的时间，我们的菠萝泥就新鲜出炉啦。那你们看到桌面的纱布有没有？让我们把菠萝泥倒下去，看看会不会粘呢？一点都不会哦，轻轻松松就能取下来，再也不用担心它会沾上衣服啦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记得点个赞哦。